即马西瓜当在大收，啊，毋过伫华人局里煞有啊，真侪西瓜，因为即阵啊，即天气无正常，发生即闭闭开的现象，啊，有农会去现场看，发现讲即西瓜损失已经有八成。这是华人出产西瓜玉里镇的溪埔，田里看到敢那真侪西瓜，毋过未少拢已经闭起啊，尤其是今年的西瓜，甲往年来比是加真细粒，有诶就算无闭起，一个切开内底嘛已经烂去啊。你生瓜也是伊歹天啦，啊，伊瓜啊生袂条，啊生袂条，伊就拖拖到后壁才生，啊，所以到即马来，伊咧长草嘛死啦，啊，西瓜嘛大无。种西瓜农民讲，从细汉种西瓜到大，也毋捌拄着过即款情形，伊怀疑可能是气候有各样造成的，尤其是玉里镇从二月份开始，便啊雨落了就会随出日，而且还阁真猛，甘水量百斤的西瓜，未及你一头安尼晒，就会烂去。河东河西加起来的话，大概有300架左右。嗯，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它产量非常的不好。像我们这一组来看的哦，它大概可以收的只有两成，而且那两成你看到那个瓜形板桃哦，都跟以前差很多，所以它真的可以说损失惨重了。根据玉溪农会估计，目前西瓜损失有甲八成。经过管户农业处、农改场甲农粮署会勘了后，确定已经达到止损的条件。这几天啊，也请我们的那个农民哈、哦，到我们义里镇公所来申报相关的一个灾损的状况，我们也及时的复勘完毕。管护农业处表示，照天然灾害补助办法，目前一公顷会当补助600000元。不过今年的西瓜真明显比往年较细粒，甲旧年来比，一粒差不多减3斤至5斤。不过嘛，因为今年收成有较少，计少有起差不多20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